First, none.交闪，不交那就闪，不交那就闪。哎，我操！这个画面我见过，这怎么这些人他都反应过来了呢？我不信了，我下巴继续，操！主播笑就想要有一波。 我 Q 闪 A， 把他 A 死啊！我就要跟他拼反应，上把也是，你知道吧？永恩也是被我打成100血，我后面慢慢对线就可以完爆他了。但是我同样的方法我越塔，我还真就降上了，不合适。 但是你们也看得出来，主播的对线强度有多高啊？英雄 counter 我不得追着打呀。不过确实有点浪了，哎，算了，别跟他拼反应好吧，拼反应没什么用。冷静，冷静。 上把东西啊！封路两波线，兄弟，快去吧！三波，三波！哎呦，你为啥要贪呐？忙成必死的！ 他没闪，他没闪。杀六 GK 吗？ 微信把他逼回来。 疯狂的炫，疯狂的炫，好像来中了，这里。所以他来不来我管不了，我只知道我要吃肚子，不用碰了，这是回推性。 有没有放 R 呀，狐狸？感觉应该是放 R 了吧？哦呦，这把人头全是酒桶了。
位，走位，走位。动手。这波不要多，我要两个。你们这一玩吧。兄弟，不要多，我要两个，一个也行。一个不利对线。我来咯，拜拜。直接跟他换了，哎。怎么感觉有点乱玩了呀？走位。放啊，兄弟！这跑空太多次，好伤啊！真的不要亏线游走，好吧，各位。我这把亏线游走好多次啊，关键是都是没跑到。亏线游走抓到还好啊，抓不到真的玩不了。谢谢 SKT Faker 送出的血瓶，谢 Faker 送的三个血瓶，盲僧来虐我喽！现在好像就在到后面，兄弟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现在暂时管不了对手了，我跑空了这么多次啊，自身难保。在上面，怎么说？感觉不太行啊。应该回不来了，我吃个肚子。
干他！哎，对了，这个就跑，刺激。那个墙都翻过了吗？哇！这还少他20刀。没事儿，替我换线可以补回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Nice. 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Nice 呀，我操，什么，我说什么来着，稳住心态，有输就赢，上把队友有多拉垮，这把队友就有多黑，哈哈，好起来了。我去上，我盲僧可能在狐狸后面。像我们刚才这种情况，只能说打不给他们扩大优势，稳住发育就好。有大刀就去参一个团，参完团 CD 了就发育。为啥呀，我都忍了那么久了，为什么非要对一个男刀下死手呢？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一打三被反杀一个会不会玩，操，难受。哎，自从主播20连胜700分，最终没上王者之后啊，我失去了上分的兴趣啊。哎呀，我操，他们为什么是分涨得这么快啊？哦，对，红包还没发完。来，左下虎牙福袋发一条免费弹幕，领取50分，50个人的红包啊！就哎，拿个刀，等一下，就啊，一 W 不打了，撤，走吧，兄弟，我没大了，不想在那浪费时间。这得赶紧把线推了，不然狐狸 TP 下来我要死。我操，还有助攻，算了，狐狸敢来我就死。左下角虎牙福袋发一条免费弹幕，领取50文粉红包，免费领取的，各位大伙可以参与一下。把亵渎给
掏出来，把蟹都掏出来，中后期多刷野多吃兵。这把我能出水印鞋零 CD 是因为我带了无终极猎人，这样的话没有出 CD 装也可以大招好的快一点。当然终极猎人适合韩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韩服他们防 gank， 你看我一整把基本上只有打团，也没有游走抓到人，对不对？很难说你去抓人对面不来，就多打少。无情猎手主打一个多打少啊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，那无情猎手就没用了。你带无情猎手也是三 v 三、四 v 四、五 v 五，你带终极猎人也是三 v 三、四 v 四、五 v 五。这主播为这个服务器量身定制的，我时常联系吗？这不有点浪了他们。哎呦，怎么要这样嘞？这把好像还不好说。兄弟们，左下虎牙福袋发一条免费弹幕，领取50个人的红包，大伙都可以参与。新来的兄弟和看一晚上的兄弟都可以去参与，免费领的，中奖概率极大。国服适合出贪欲亵渎吗？国服也适合，但出装路线需要改。这个东西等一会儿主播打国服的时候给你们讲解，好吧？打韩服的话，我需要认真，不要认真，很难回复弹幕。哎呦，又想拿我当突破口！哎呀，有病呀！哎，哥几个，别被一波了！啥？玩的啥呀，兄弟？要不点了？这啊 ，Holy shit！ 我看不懂我们在玩啥，操了！帮一下我呀！我这边一直在一打二、一打三，你们。唯一过来的一波就算了，这给我看的啥？好抽象哦！这把主播属于是被放养的那一个。拜拜！亵渎还差一秒，小心 ！Q T 位移，感谢拉开，小心个翻墙，谁的治疗？好，亵渎！你飞过去，我也过来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他，亵渎。
嘿嘿嘿 ，Hello， 喜欢抓钟啊？操，刀尬的一字不止，必点超神，需要我来吗 ？OK， 耍歪歪。还差多少个超神啊？没显示哎，疑似要来抓我，又来抓我，这是我说的。这不我出去他绝对抓我，那我们只要站位比较靠后应该就没事。喂喂，死的，他们好想把南达当突破口啊，不过是可能是我这个一千比较诱人。现在我没有出夜日风刃，站位要安全一点，等我夜日风刃 好了再装。兄弟们，左下虎牙福袋还有三分钟，马上开奖了！现在参与人不多，中奖概率非常大，50个人可以领50。兄弟们，运气好的每人还可以领个10块呢啊！大胆的参与，免费的，各位，发一条免费的弹幕就可以领取了。新等待，新等待，耐心等待，看到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不在我这儿，那我偷塔喽！嘿嘿，我偷塔了，兄弟，终于找到一个不在。啊！让你不在，你还在，没办法。还好，还好，我赌的确实是对的，只不过他来了确实有点及时。这里我有大龙 buff， 我绕一下，然后在这里原地回神还有机会回，但毕竟在对面家里，算了。毕竟在对面家里啊，确实得争分夺秒，赶紧跑出防御塔。哎，但是刚才那个小兵能打死我不？就是我锁血之后，防御塔不是没打死我吗？还剩几十滴血，小兵在空中有远程小兵的伤害，你知道吧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这把被盯得有点死啊！这些小子估计是被男刀虐过，说实话。要不就是有练刀的。别急，我来了。来喽，出色啊！一波吧。他没地活不了的，我的装备太好了。放弃防守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的伤害绝对够。你看我早就该出夜日烹饪了啊，但我的装备全出的那种高伤害，塞瑞尔达、亵渎90、幽梦。保不住的。